今次饭团特辑第一间就是位于塔石的永兴，它主打的是台式饭团和台式捞米线。饭团主要有两款口味，菜脯饭团和酸菜饭团，咬下去每一啖都有馅，而且不怕干。另外它的捞米线都是很好味。跟住第二间就是 S Joey 厨房啦，饭团可以自选材料，价钱偏贵但份量十足的，这个已经可以当早午餐了。另外还有韩式紫菜包饭，大同小都有得拣，总有一款啱晒你。原来佢嘅芒果捞河都好正噶，真系食完仲想食啊！第三间就系广为人知嘅寿司阿姨啦，里面有好多口味嘅寿司可以拣，每一个都系店主阿姨亲手整噶。除咗寿司咸多之外，佢啲寿司饭都好正啊，有芝士蟹柳、沙律蟹子、八爪鱼、濑尿虾等等，款式多到唔知拣边个好啊！寿司阿姨仲剩咗只濑尿虾俾我添啊！佢啲甜品都唔错噶，中意嘅不妨试下啦。